狗子都吃过啥不一样的？我家是鳄鱼肉冻干，让我看看带皮不？果然是没有的。先让狮吃狗尝一个，来三块吧。现在的狗子太幸福了。再来个鸡脖，悄悄告诉你们，偷拿的我家猫咪零食，嘎嘎脆。再来点小丸子，大草莓再安排三颗。 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好笑。OK。